好，翻嚟第二节望向編輯部。好啦，咁啊，选举以外咧，今个星期都有啲热烘烘嘅话题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占中九子连环一齐的晒上庭开审，系咪先吓？好犀利啊！呢、這个大教授为首嘅占中三子啦，陈建文啦，同朱耀明牧师啦，咁啊，其余嗰啲都系一抽二楞啊，仲有咩黄浩明啊？邵家臻啊，陈淑庄啊，嗰啲系啦，一串咁上晒去啊，咁啊开审紧咯吓，大家点睇啊？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对于佢哋唔认罪、啊，阿台阳咩、啊？认罪啊！台阳喺呢个方向报道咁样摆啲严厉批评，好紧张。系咯，点解搞到你哋俾喂佢搞到我哋俾人严厉批评、啊？又是他们说的公民抗命的嘛，你公民抗命就是其中无畏无惧公民抗命，公民抗命其中一点最重要就是你要自首要认罪的嘛，那你现在不认罪、即是怎样、即不是公民抗命了，是、因为搞到像热狗那样，是大教授有你唔知你可以话佢兜啊定係点样啦，咁佢上庭之前都出咗个声明嘅，咁佢即时话即係我当初去自首呢，其实佢当初系去自首㗎，但自首嗰条佢认嗰条罪呢就一条轻啲嘅罪。咁依家跟住政府之后正式起诉佢哋话要预约拘捕嘅时候呢，就另一条罪就变咗系可能再重啲，好似你系嗰啲咩煽惑他人啊嗰啲，即之如此类，即重好多嘅。哇，大家就话哇咁劲呢条罪，我都知道你自首唔系呢条㗎喎，你之前嗰条罚钱呢条要坐监。好大镬嗰条嗱，跟住佢就再讲嘅，跟住佢就话：如果我哋认咗呢条罪嘅话，咁就会产生一个寒蝉效应，同埋你会攞咗呢个嚟做一个案例，就会更加牵涉到更加多人会去被捕，会被重判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次就认。唔系、哦，佢嗰个叫咩嘛？佢而家系话佢煽动呢个公众防扰嘛，系咪？咁但系公众防扰是好低好咩嘅罪嚟嘅，好轻嘅罪嚟嘅。佢最主要就係佢重罪啫，就係点解呢？佢因为佢煽动人哋公众防扰。咁其实阻路啊，挡住条路唔俾车过啊，嗰啲全部都係公众防扰嚟嘅。咁一係就罚500蚊或者監禁三个月。即係其实係轻到咁嘅。因为呢个係簡易治罪条例嗰度讲。咁佢嗰个係煽动啦，因为煽动咁梗係大罪啲啦。咁但係唔係喎，即係佢如果犧牲自己嘅話，佢就救咗下面嗰啲其他跟佢做嗰啲人喎。其他嗰啲人就唔係非法集結喎，其他嗰啲人就係公眾防擾嘅喎。係。係咪？但陳淑莊嗰啲叫人咩喎？出嚟喎。佢而家咪又繼續煽動人哋公眾防擾，或者煽動人哋去咩囉？係做呢個。佢呢啲咪出嚟喎，要證據嚟嘅真係。係啊，庭上啲播片喎。播晒片都讲话叫几多人出嚟，我哋要守住呢度嗰啲咁样，要戴眼罩啊，戴咩物资啊嚟，唔好戴牛奶喎、啊，陈淑庄啊叫人。咁佢呢啲咪煽动人咯，已经系罪，即系、已经系证据啦。咁但系其实佢冇错噶，煽动人系冇错噶，你分两个层面讲啊，即系佢系咪有煽动人系有嘅，系咪？呢个系事实啦，佢煽动人哋去做嘅嘢系公众防扰系咪？都系事实嚟嘅。但系有即系佢背后有原因嘅，佢因为公民抗命咯，公民抗命咯，咁佢认咗罪，其实冇问题嘅，或者佢唔认罪，咁佢咪好似阿芒果佬咁咯，或者同阿勾达咁，即系敢做不认罪抗争，我讲逻辑就系我都唔讲法律啦，系嘛，即系其实系啊，你又系佢话，又佢自己话系公民抗命嘅。咁你而家唔认罪，咪变咗唔系公民抗命咯？唔系，咁公民抗命都有两种讲法嘅，一种咧就系你唔认罪，一种你认罪。咁但系嗰、那个John Rawls 讲啦，就系、是、要认罪咯。同埋即系最公民抗命最出名嘅，即系呢个世纪最出名嘅人甘地，佢就系认罪噶。咁你做乜嘢咧？呢班人？即系你讲出嚟都好笑啊！其实你系啊，你又要崇拜甘地啊，崇拜崇尚民主咁，其实都唔系嘅。你班友就系怕死，最后都系佢冇理由唔认罪嘅。其实
即當然啦，你可以話我唔識法律啦。咁但係佢真係有煽動人啊嘛，去公眾防擾啊嘛，去擋路啊嘛，擋路咪公眾防擾咯。咁佢係有咁做啊？你話條罪好重又唔係喎？好似之前佢煽動暴動啊，或者煽動嗰啲叫咩啊？非法集結嗰啲，嗰條罪仲重喎、啊。同埋非法集結已經判得好重啦，近幾次我如果冇記錯，即非法集結以前咧就唔使坐監嘅，通常都。但而家近呢三四年咧係判得好重啊，非法集結。即我留喺即係我留意到嘅就係咁啦。咁佢話人哋告佢唔係告佢非法集結，係告佢煽動防擾，所以咧條罪又重好多。其實唔係喎。咁定係佢個覺得，佢個角度嚟睇就係、是、我連監都唔想坐啊呢鋪，因為之前有啲係阿大教授佢自己去自首嗰條罪嗰啲咧，我見有啲係直頭係緩刑啊，即係社會服務令都唔使嘅直頭。我唔知啊，即係佢哋有佢哋嘅諗法啦，即係但係我覺得佢哋而家搞到就係即係佢哋講嘅嘢，即係而家係自打嘴巴咯。即係佢叫人出嚟，即係以前笑本土派嘅嘢，咪有自打嘴巴咯。以前話梁天琦咁咩嘛，即係話敢做不認嗰啲咩嗰啲三不四沒有係嘛？但係而家佢哋笑熱狗嗰套又全部自己食曬咯，係啊，完全冇分別啊，變咗。系，因为你就算热狗，佢都系话自己抗共噶。系啊，佢都系顶住共产党。而家搞到热狗有出无端端企咗上道德高地，你话佢诚实啊？佢真系唔捻认啊！不过咧，我睇到呢单案有啲花边少少嘅，有啲怀疑。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庭、嗰啲法庭嗰啲新闻嘅。咁我都有走过去嗰啲法庭啊，或者系听审啊啲咁样嘅。咁啊，陈淑庄佢本身都系个大律师嚟噶嘛，佢自己。咁啊，庭上播咗一段片段咧，就喺度讲佢喺度呼吁啲人我哋嚟集结唔好带牛奶，因为牛奶会好快变坏，又教大家点样贴佢热贴。跟住佢自己都忍唔住咧，庭上面自己喺度笑埋一份。我心谂吓、啊，你呢一单系冇好笑咩？系啊，因为其实最关键系个官嗰个对于你哋呢单案个观感啊，佢哋个判决啊，即系嗰啲理据其一啦。哇，你边个官见到你咁样嘅话，那个官点睇你咧？嬉皮笑脸，系啦、啊，嬉皮笑脸，轻佻啊，尊重法庭，即系唔尊重嗰个法庭上面嘅嘢，你仲话自己系大律师，哇，咁都得嘅。所以其实佢哋。即系而家做嘅嘢，基本上失晒民心咯。我认为，当然有啲死忠继续会撑佢哋啦。咁佢哋而家系为嗰班死忠服务嘅啫。即系一般市民嘅观感，佢哋都唔理噶。因为嗰班死忠，佢最紧要就箍够呢个两万几三万票吓，咁、啊、佢就可以当选议员啦。其他都可以唔使理。即系我认为佢哋而家已经系堕落到咁啦。嗯，因为咧，如果你再好惊咯，如果坐多个三个月，咁佢系咪好惊咯？系，咁你其实睇翻都系噶，嗰、那个成个嗰个民情咧，即系如果占中三子佢哋黄之锋唔好理，唔好计佢先啦。即系如果你占中三子，其实佢哋冇嗰种政棍味噶嘛，吓、啊、咁如果佢哋都感召唔到一班人出嚟撑佢或者集会啊之如此类，话即系为佢哋呼冤嘅，其实你见到系好心寒噶。而家佢哋都即系黄之锋，即系仲话啊嘛，即系如果判你哋有罪嘅会反啊嘛，点反啊？难啲喎，点反啊？你望问你点反啊？佢点反先？佢系咪好似做梁天琦咁先？即系佢要升呢度做梁天琦咧？喂，转头与火先系系啦。咁佢如果系咁想噶，如果佢系咁做啊，咁咪冇人理佢。其实因为其实撑佢嗰班人系因为。即系佢挂晒都系和平啊嘛，和平占中啫。如果个个人都有严重嘅刑责嘅，譬如话要坐十年嘅，要坐十碌嘅，边个去做呢啲行为啊？冇噶，跟住阿唔知好似阿朱耀明牧师啊，就话咁样先，即系如果呢次可以唤起民人，即系唤翻醒呢个人心嗰啲咁样，唉，其实即系仲得唔得咧？即系有时，我都知，唔系佢哋嗰都系出于善意嘅，但系其实即系嗰、那个。抗共呢样嘢啊，咁其实即系仲系咪咁多人去到咁激嘅状态咧？即系我谂依家暂时除咗东涌之外咧，都少咗好多。同埋啲新王啲嗱，咁嗱，啱啱我睇到一个阿废土，佢就讲今日系希望与绝望嘅选择，
你想结果如何？好简单 ，is all up to you， 即系其实睇得好大啊！即系而家啲民主派咧，即系觉得呢个议席啊，就系希望同绝望嘅选择。其实你只不过限于喺嗰个九西选区里面嗰班人啫嘛，你点解你上升到全香港嘅咧？但系全香港好多人都冇票投到落你场度嘅。所以其实呢个共产党嘅比例代表就系十分精喎，咁佢咪知道自己个 target 自己个 niche market 系嗰啲人咯，唔明咯，净系觉得即系你点解可以上升到嘅层次去到咁劲啦？啲咁样我吓，即系赢咗呢一票，等于赢到共产党嗰啲，觉得系。李卓人当选最大获奖，佢哋假大空到而家，佢哋好似共产党讲嗰啲咩中国梦啊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啊，嗰啲全部都做唔到噶啦。即系而家你睇大陆嗰个社会啊，其实做唔到啦。佢哋都照讲，你哋嗰班即系而家所谓嘅民主抗共人士，佢做嘅嘢同共产党系冇分别噶，可能仲衰过共产党添。即系而家我睇到嘅就系佢哋讲出嚟做出嚟嘅嘢，喂，仲衰过共产党啊！咪真系，即系有时你共产党，即系你讲到点样衰极啊！即系你咪都有部华为手机，即系好劲嘅，有得用下，好好玩，揿下。你民主派冇，你有啲乜嘢啊？你系俾人揿住嚟打喎。系啊，同埋佢哋嗰班人，佢哋系做乜嘢啊？佢实际上唔系除咗俾人揿住嚟打之外，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揸流摊噶嘛，唔系实际上唔系做嘢噶嘛，要投票嘅时候又唔去噶嘛。吓、啊，系，即系要实际上要争取嘅时候，佢又冇佢份噶嘛，即系全部都就揾啲水军嚟闹鸠我哋咯，扑佢。佢做埋啲与民为敌嘅嘢啊嘛，嗱而家即系民主党本来都好啲嘅，佢哋就唔会讲话基建有问题啊乜，即系嗰啲，其实我觉得 OK 嘅，民主党呢啲取态，因为基建系咪都要起嘅，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俾嗰啲白票党即系骑劫咗你，而家结果李卓人都要讲反对基建，呢个同佢嘅往绩完全唔一样噶。即系嗰个港珠澳大桥，李卓人有份话起噶嘛？系啊，同埋即系而家香港佢最大问题就系、是、你，譬如有嗰啲有呢个谭文豪呢啲好柒嘅柒人，因为我临走咧，寻日我喺香港，我就临坐飞机嘅时候咧，我睇报纸，咁佢就讲咧呢个滨州鼎鼎咧已经同广东省嗰边倾掂咗啦，就系广东省嗰边咧会。如唔俾嗰啲唔合法嗰啲旅游团过嚟香港啊，咁你一有一开人哋一有问题，当初有问题你就狂屌滨州鼎鼎，好啦，而家人哋滨州鼎鼎唔系唔识做嘢噶呢个人，你即明唔明啊？滨州鼎鼎系柒，佢个样系柒，但佢系识做嘢噶嘛，同埋佢滨州鼎鼎唔系佢自己一个人啊嘛，佢后边仲有一啲 connection 噶嘛，即系同共产党嗰啲，佢而家咪同广东省嗰边倾掂咯。唔会再有嗰啲非法旅游团嚟噶啦，而家系咁你咪咁去，你咪 set 晒士碌架俾滨州鼎鼎入啊？咁佢咪可以啊拉 band 啊，先成功争取咯？佢成功争取滨州鼎鼎咯。喂，但系人哋滨州鼎鼎会话自己搞掂咗啊嘛？你哦，哇，一个有冇脑噶？其实即系有时啲嘢咧就系你唔提供呢啲 solution 都算啦，即系但你唔好屌人哋，屌到人哋提供 solution 咯。即系滨州鼎鼎呢条桥咧就好柒嘅，讲真。佢自己做埋。即系滨州鼎鼎佢呢条桥咧，其实就系令到嗰啲做生意嗰啲人有损失噶嘛，系咪啊？同埋佢系令到嗰个政府有，即系嗰个条桥啊，个用量系少咗噶嘛，绝对系。嗯。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情况咧，就系你民主派咧促进呢个所谓嘅民主派，促进呢个建制派去做啲最柒嘅嘢。因为我哋之前系有条桥噶嘛，真系得噶嗰条桥，同埋系大家都有钱揾嘅。冇啦，而家冇用啦。而家冇啦，因为佢唔俾佢过嚟啊嘛，因为滨州鼎鼎佢谂歪埋一边啊嘛。同埋佢改咗，绕过咗政府喎。系啊，应呢件事应该系政府出面去做噶喎。佢点可以咁样噶？喂，但系所以而家就系好奇怪啦，我就觉得，即系你呢个魏周豪做亲啲嘢咧，都系帮民建联嘅。究竟是什么人啊？这个鬼咯，你不要批评他，屌柒你的。红小鬼这个又是。
如果咩一直情系俾嗰个滨州鼎鼎上位啦，今次又搞掂啦，佢同埋唔单止一改咗系上网买飞，咁如果你冇上网买唔到飞咧，就要嚟买嗰啲贵三倍嘅车飞咯。系啊，咁而家咪即系俾滨州鼎鼎有位上咯，系嘛？系，绝对系啦，我冇屈佢啊。系。如果到时你条桥少咗人用嘅，咁你又赖翻政府大白象。但系你又，因为其实好多人嚟完，只不过去咗东涌。你唔系解决啲人点解拱晒东涌嘅问题，你系源头减人，就要。咁而家咪即系佢系帮手制造大白象咯。呢、這个滨州鼎鼎又真系，即系其实就系又系一条柒碌咯。嗱，佢就帮手制造大白象啦。即系而家变咗咧，就系。民建联的柒头加呢、這个公民党的柒碌，加一齐做咯，一齐做呢啲大白象出嚟咯。其实唔需要是大白象噶，同埋你是真的可以有方法系俾到嗰啲人嚟，亦都可以做到佢哋生意嘅，系你哋班友唔谂啫。嗯，系嘛？同埋而家滨州鼎鼎又谂埋条绝世好桥啦，直接去搵呢、這个啊广东省嗰边嗰啲人啦。咁其实就好唔合理嘅。我认为即唔啱规矩，唔啱规矩，跳过咗香港政府嘛，系咪先？不过又咁讲啦，侵犯咗一国两制，某程度上系噶，即系佢呢啲嘢其实应该系政府里边嘅人走去同广东省嗰啲人讲噶嘛，唔系你一个议员走过去噶嘛，系咪啊？所以好奇怪噶，而家香港。佢社會係爛啊，但係香港社會嘅爛咧，係建制派同民主派夾手夾腳造成的。呢啲嘢根本就唔應該發生啊！你諗下，喂，其實如果你有條橋，你梗係應該盡量用條橋啦，俾啲人係咪先？喂，唔止喎、啊，社長，你講漏咗喎、啊，仲嗰啲外圍組織咧，拳頭黨嗰啲咧，嗱，依家可以講啊，拳頭黨嗰啲，佢其實嗰啲咪佢咪彭德志。佢咪帮阿陈海欣助选噶咯，佢就嚟有选数收啦，系肯定啊，明显系，好明显系啊，佢屌走晒人哋，今次发达啦，系啊，喂，条筋，但系只手问你又俾你话咩扮杀手啊，其实几好笑喎、啊，其实佢讲得木村拓哉你话佢扎身裤。讲紧最后扎身裤，喂，又话大木村拓哉呢啲嘢其实。讲真啦，好小学鸡咯，即系你好似啲小学生喺度拗交，跟住就话，哎，你样衰啊，你着校服啊，着到乌里马查嗰啲咁样，喂，大佬啊，邋遢啊，话人咯，系啊，话人哋污糟啊嗰啲咁样，喂，大佬啊，而家唔系小学啊，其实呢度系点样讲啊，系一个即系争取选票嘅环境啊，你去讲啲咁嘅嘢。同埋佢话咩大陆呢翻大陆，大陆呢系啦，其实呢啲咧就系等于拆咗民主派一个光环，即系嗱，即系好多人都叫，即系心入边都叫大陆人嘅大陆呢啦。嗱，你可以咁，但系你系一个政治人物，你唔可以咁讲啊嘛，大佬。即系就算澳洲最右嘅政党都唔敢大声讲 chain 咁样讲嘛，即系你如果咁样系。即系你系可以用 policy， 即系佢呢啲右翼嗰啲极右咧就用啲 policy 嚟歧视你嘅。你如果一讲出口讲爆咗，你就咩噶嘛？你就系跌咗道德高地啦嘛？唔系、哦，呢、這个道德高地由刘小丽拆起嘅、哦，拆咗先嘅、哦。点解咧？家人，翻大陆，唔同我咩照叫人好头边嘅，翻大陆帮个佬啊，要帮个佬翻大陆啊嘛。其实啊，呢个咩又好衰嘅刘小丽，其实佢个心里面，即系佢而家支持嗰班人咧，好多根本上咧就系好唔中意大陆人。佢就系挑起呢啲，佢又唔系挑起种族仇恨未到嗰个位，但系佢咧就挑起呢啲唔愉快嘅情绪，即系见到大陆人唔开心啊嘅情绪。咁我就攞呢啲人嘅选票咯。其实好可耻啊，做呢啲嘢嘅人。不过其实大陆，但系佢又用左翼包装自己，嗰下先可耻喎，仆佢街。嗱，即我哋使唔使停一停先呢一节？系啦，好可以，差唔多啦，好，休息一阵，好，好。